各位同心，这一节课由我们蔡格远代替我们秘书长来跟各位同心来做演讲。各位同学好早那个北京语有人听无无？华语？我听其他的人呢？其他迄个北京话，就是迄个华语，有人听无无？大家听得懂，那我就用北京话哦，因为我们难得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哈、哦，啊，台湾话他可能听得较袂认得呢。如果在家里跟他阿公阿妈在讲哦，还可以说勉强过去了哈。哎，这边上课的话可能用华语，所以大家是喏，先去用华语来听哈。有难得于美国挂回来哈，啊，大家跟大家一起这个同班同学。我记得他昨天讲过，就是要回到台湾了，要了解一下真正我们台湾历史。哦，台湾历史。唯有在台湾民政府才能够了解真正的台湾历史。那如果说我们在外面所看的，尤其在国民党教育里面的哈，都会被扭曲掉。啊，比如说他现在有那课纲微调，那课纲微调事实上它是微调，但是整个中华民国它这个被共产党把它大调了。我们这边他把我们微调，他被共产党把它大调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得把整个扭曲掉。以前我们曾经读过历史哈，都花了很多时间呢。但是我们发觉到他民政府之后，有些历史被扭曲之后呢，变成给了那的，发挥多少精神读那个都没有用。尤其最近国民党跟共产党发生的九三阅兵，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以前读的历史是白读的了。为什么？这边读的在中国认为是民主英雄的，结果他这边呢是创贼，那李自成啊，那个秦桧呢是一个奸臣，结果他那边呢号称是民主英雄，那我们搞糊涂了、啊。如果在国外的话，他不会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当权者他写的历史就不太一样，都跟现在一样，当权者现在一个中国政策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主导啊，所以他要强力有强权的话呢，写他的历史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你想在我们这边读的，当然他没有碰轰了、啊，跟海外哦所读的、所看的跟大部分一致而已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那时候为什么呀？所有以后二次大战以后成立的联合国中美英华书，那个终究是中华民国。那时候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还没有诞生啊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才诞生的，你知道？所以早期呢，在一起在说他们的抗战呢、啊，他把他的历史说，大清帝国把台湾澎湖割给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时候呢，那些有时候老百姓起来抗日，但这个抗日是敌意说奇怪呢，我这边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有日本人来统治啊？所以有高山子那些起来抗，那个抗日跟二次大战这抗日不一样啊，他结果把它混合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一点我大家都要理清楚。那时候抗日没有错，因为满清割把台湾澎湖割出去的时候呢，没有征求我们一些先民的同意了，没有征求，一下子就把它割过去了。那割过去了，当然他战败嘛。割过去还讲了一些侮辱台湾这个住民，就是我们以前的先民那些侮辱的话。他说台湾是一个呢，那个男无义啊，女无情，鸟不语，花不开的化外之地。哦，我想你要听得懂，鸟不语，花不开，男无义，女无情的化外之地啊。所以他就割给大日本，你知道吧？那今天呢，整个情况变了啦。当初你把割出去没有征求我们先民的同意啊，那现在呢？好，他这个把抗战的历史呢，让人扭曲，
你想当初开罗宣言，他一直说台湾澎湖已经还给中国，就是根据开罗宣言，还有波茨坦宣言。那根据这个好，那开罗宣言是谁去的呢？是蒋介石啊，全世界大家都蒋介石，有丘吉尔，还有罗斯福，没有毛泽东啊。那么现在怎么样呢？他不要把更改，是我毛泽东啊。你想，他那个网络或者影片都做毛泽东，人家有些疑问他，他说当时不是蒋委员长吗？对不对？他们回答是怎么？反正也没有签字了。他们自己也承认了、啊，开罗宣言没有签字啊。那没有签字，那表示怎么样？这个宣言而已啊。那开罗宣言是什么签的？1943呢、啊？1943还在怎么二次大战中呢？大战什么时候结束？1945嘛。所以大战中讲的这个宣言，而且他还承认了、啊、没有签名啊，那就无效啊。所以他们现在是用开罗宣言说把台湾澎湖好像归还给中国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那好了，我们以前所读的历史，现在呢，他们两边国共里面的在争的主导地位，那可见以前我们读的历史都没有用啊，毫无用处。你想，他说我们都是炎黄的祖孙呐、啊。包括今年的三月，穆佑民啊，新党的，他带了十几个原住民过去，他说也是怎么样炎黄的祖孙呐、啊，是吧？被人家骂死了、啊。我们高沙子原住民，比你四五千年历史还早呢。我们就住在台湾呢，哪里是炎黄历史？你们五千年历史啊？那好了，我们回顾一下以前所读的历史哈，从黄帝、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魏晋、南北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一直到中华民国，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你想，我们以前的读的历史，是不是也有错误啊？当权者在主导历史，因为过去我们不知道，现在我们非常清楚，中国作为一个，它有强权，所以现在把历史要重改。你想，尤其连战，我今天看了报纸哦。吕秀莲去告那个连战，啊，这奇怪了，这个两个副总统都是卸任的哈，这个告他了。当然，这场戏哦还有得看了哈。当然，我们回顾一下台湾的历史这样子，事实上台湾被发现的时候就葡萄牙的时代了，葡萄牙路过，他没有登陆台湾了，哦，那我们从那个美国回来的。朋友哈，他主要了解我们台湾呢哈这个历史，那么用很简短的时间哈分析一下，他那时候被发现是葡萄牙，那个葡萄牙他没有登陆台湾，他是登陆澎湖，但是到欧洲之后呢，欧洲那时候非常强大的一个荷兰舰队，荷兰一个西班牙你知道吗？他们海外很多的殖民地啊，因为他们那时候舰队很强。哦，结果西班牙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从哪里？从我们台北，就是现在的新店那边了，哦，淡水啊，淡水那边登陆。所以现在呢，还有红毛城啊，有没有？那就是那个西班牙。那荷兰呢？他是听到以后，他是从南部，就是台南，现在台南，哦，台南府城那边登陆，所以变成北部西班牙，南部荷兰。那都是因为听了葡萄牙讲的，哦，福尔摩沙向他们占领台湾，他们来呢，主要是怎么样？因为他们做生意、贸易，所以大部分呢，他们都喜欢用什么？用台湾做基地，北部一样，南部一样，同那个东印度公司有没有？他们就是贸易的，所以是用台湾做一个贸易的基地。好，接着郑成功。郑成功把荷兰这么赶走，那是荷兰把西班牙赶走，那赶走要被荷兰被怎么样？郑成功赶走，结果郑成功来了之后呢，他是把台湾做什么呢？反清复明的基地，他也是把那个基地啊，原先他们的占台湾是一个贸易上的基地，那变成怎么样？郑成功来又反清复明的基地，好，这个基地又变成怎么样呢？那个蒋介石被赶出来之后呢，也到台湾，他也把台湾建的什么反攻大陆的基地啊，我们台湾都变成了基地啊。从最早我们读这一段历史，你必须要了解一下，但台湾的先民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啦，事实上我们现在考究这个大家就或者的意识形态了，
因为现在那个马偕医院那个副院长啊，他用 DNA 分析，哎呦，现在台湾呢，很多80%几都是怎么样，都有跟平埔族的哈、哦、混合在一起的 DNA 啊，不是全部都是从省，他们说唐山公啦、啊，就是从大陆过来的。我们都有南岛系统的人，南岛，所以我们血液里面也有南岛系统的，也有原住民的，当然也有小部分的从中国那边迁移过来的，就是早期的，所以他们说什么福佬啦，还是广东的这些梅县啦，这些呢，但是呢，经过300-400年混合在一起之后呢，事实上民主就是这样产生的了，所以国家是用武力。国家武力啊，国家形成是用武力，但是呢，民主的形成呢是自然的形成。我们台湾这个过程对不对？因为30-400年之后呢，构成一个新的民主，大家居住在这边呢。但是为什么现在有我们国家的认同上的质疑呢？那是不是大家苦闷呢、啊？目前现在国际上要解决我们台湾问题，也是非常的苦闷呐、啊。为什么台湾这个历史而且背景跟其他有的不太相同的地方，尤其在战争中那个宣言能够当作一个唯一的要求的证据吗？也不行啊。事实上美国这段时间来对台湾也是很头痛，他曾经把台湾说好了，干脆怎么样呢，你中国嘛，因为当时开罗宣言这样讲啊，因为台湾在美国的心目中，当初就是西太平洋一个小小的岛而已。他为什么又派驻库的人会研究台湾的地理位置，而且台湾的民主是怎么样子呢？就是二次大战里面，美国吃了很多的亏啊，尤其在哪里呢？在马尼拉那个机场，还有战舰，那个飞机哦，一个人开飞机过去就能炸一个战舰。跑道就这样充实，好像不要命了。所以那时候美国人奇怪呢，这个飞机从台湾飞就不是从日本喽，而且印尼也是一样啊。我们从台湾飞的飞机，一个炸印尼，还有怎么样呢？冲那个马尼拉。所以美国觉得台湾这些不是人吗？在美国这个讲人权的，这个飞机毁掉还可以铸造新的啊，真的人死掉不行啊？奇怪呢。这点开了飞机了，就特工队啊，头盔带，直接就那炸你军舰了，炸你跑道了。所以那时候美国认为说，这台湾这是很奇怪的民族啊，但是不了解。所以因为二次大战呢，他们在派驻库的人研究一下，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东东啊？就这样子慢慢被重视。所以当呢二次大战之后呢，那时候麦克阿瑟。他本来也要登陆台湾呢，因为什么？从那硫磺岛之后，硫磺岛那个若波战哦，死伤很多的，日本人死了很多，而且美国死了很多。好了，登陆战呢必须要这样子。那时候如果按照战略，他必须要登陆台湾，那不会直接登到哪里呢？那个琉球啊，就是冲绳岛，不会这样子。但是他调整怎么样呢？叫做越岛攻击。越岛攻击的话。减少美军登陆台湾这个死伤啊！第一，当然那时候想，这个台湾人呢那么猛勇啊，开飞机就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他登陆台湾的话，那死伤更多，尤其在硫磺岛死了很多的啦。哦，所以他调整直接攻到那个冲绳，那跳过台湾。那好了，如果那时候他登陆台湾的话，我们台湾的命运不知道怎么样，为什么？他只有登陆实地的占领，以后可能是占领国不能够并吞嘛，那要怎么办？也许成立你的自治了，或以后交给联合国托管了，那都未知数了哈。但是这成了过去式了。但是呢，美国只要说他没有用米29来轰炸了，那时候我们小就听到一个来轰炸，以后长大才知道。是在美国飞机来轰炸我们台湾，他没有登陆。那时候呢，真的如果要登陆，真的台湾不知道死伤多少。为了日本呢，他的调了两艘的关东军呢、啊，有的美那个日本的精锐部队哦，调到台湾来，
为什么？他准备要跟那个美国来一个弱搏战呢、啊？结果美国调整战略，他越岛到冲绳去，这是台湾的命运、啊、如果了美国他不调整这样战略，那今天台湾的地位就未知了。但好了，那二次大战之后结束呢？那是在1952年4月28号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了。这个日期大家要记着哈，1952年4月28号，旧金山合约里面定的23条，也就是我们美国，就是我们台湾澎湖最主要的占领国，里面写的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们台民政府由秘书长带领这些告美国的，就是因为旧金山合约，你美国是占领国，你为什么叫蒋介石来？那么蒋介石来，他是要什么？远东军的司令哦，他不是叫中华民国来接收台湾哦。所以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他那个克刚微调，他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把微调什么？微调说他们来光复台湾。你的接管接收跟光复不一样啊，他现在微调这样，所以那高中生一看，哎，这个跟大历史不太一样哦。当初来接收那个中山堂那边有苏联的旗帜、英国旗帜，还有美国，还有一个中华民国旗帜。那蒋介石他是远东军的代表而已啊，他是蒋介石，不是叫你中国来接收，但是他把这个微纲调的光复的，这个非常重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各位要知道。在联合国的2758号的决议啊，就是1971年呢，把中华民国踢出去，他是不把中华民国踢出去啊，他是讲蒋介石的代表踢出去啊，这我们要弄清楚。我们读了历史里面，就是说好像说我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，事实上不是啊，事实上呢，2758号的联合国决议文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复哦。他是回复啊，回复什么样呢？就是中国以前的代表的地位、权力都是回复给我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把蒋介石的代表逐出联合国。结文是这样子，但是他们给我们读了，给我们历史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哎，因为汉贼不量力啊，所以我们退出联合国，事实上不是。那用他的光复的话呢？各位要记住这一点呢、啊。如果是他的接管跟光复不一样，好，你中华民国替我光复台湾澎湖，那我在国际上的联合国是怎么样呢？我恢复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，你以前这些的通通被我恢复了，不是代替哦，不是政权哈、哦，好像你这个政权起来让我这个政权呢、啊，不是哦，他那种恢复就是很可恶的啊。他回复的话，就是说把你中华民国以前所有的这些怎么样呢？回复到我来，本来就是我的。现在透过联合国决议了2758号的决议文，回复到我的来。所以他那个名牌呢，是指谁个签呐、啊？他名牌啊，联合国那个谁签呐？他没有说 PRC 啊，那以前不是 ROC 用的签呐、啊？所以他是回复到我所有的地位、我的权利。那好了，你中华民国要光复台湾的话，好了，你等于替我光复，对不对？你以后都要回复到我的地位来啊，这是有争议性啊。所以各位，他的微调为什么呢？高中生起来抗议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对吧？我说，哎，他比我们还猛呢，啊，哎，这批高中生比我们还猛啊。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就想到蒋介石是外来的政权呢、啊，哎，他们没有想到都那个。课纲里面微调，他马上就看出来，这是很大的问题啊！所以我说，台湾的近代史，我刚才又说过了哈。尤其国民党在那70年里面呢，他一个奴化，把我们这个思想呢，都是去变成中国化。你读了台湾历史的话，他不让你读，因为以前的台湾的地理以前不让你读，以前我们所读的什么的喜马拉雅山啦、啊。哦，或者什么长江黄河啦、啊，都是伟大的锦绣河山呐、啊。他、啊、你推到这边来，你要来思思念念还有中国。所以我们高雄哦，有什么地方呢？东北地区啊，火车站呢，你有人讲说要东北去玩，不要到那边了、啊，到我们高雄火车站后面就有了啦。
那什么有吉林啦、啊，有大连啦、啊，任江啦、啊，察哈尔啦、啊，什么通通在那边啦、啊。我们整个东北的那些地名都搬到我们高雄火车站了、啊，你知道吧？他们思思念念的都是要恢复大陆那边，是不可能啊！特别1949年被赶出来之后呢，那时候周恩来哦，在那个11月份有昭告天下哦，他说国民党这些积极分子已经被我们赶出，逐出我们国界，然后逃到哪里？大家记得，他说已经逃到他国的领土。哎，他国的领土是哪里呀、啊？他是说先跑到哪里？跑到澎湖。几个月了，一个月之后才得到我们高雄，然后接着再到台北来。蒋介石那时候逃亡是先这样的，先逃到哪里？澎湖呢？他先逃亡到澎湖，结果周恩来他讲已经逃到他国的领土，那表示他认了啦。台湾澎湖是日本的啊，所以他为什么要逃到他国的领土？所以到了现在的话，他要跟我们争这一段，那大家哦，反正哦，强权的人。他说了算了，不然你周恩来那时候讲说逃亡到他国的领土，就表示他认了那时候台湾澎湖是日本的，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好了，他们过来之后呢，那时候跟美国签了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，那就1954年啦、啊。他们表示怎么样呢？防御中共那边再侵过来，台湾海峡第七战队呢就怎么样来顾着，那这边呢？就不反攻大陆，所以反攻大陆是欺骗我们，用一个反攻大陆、消灭朱毛的政策来整肃一级的，来这个恐怖政策。事实上，他跟美国讲啊，你第七战队就是防止他们不要过来的，防止不要过来，那这边也不过去啊，表示反攻大陆都是假的啊，他利用美国第七战队来巡逻，那为什么有这样子？那刚好韩战发生，那时候1950年嘛，蒋介石那时候逃亡的时候1949，整个大撤退之隔年，1950韩战发生，又救了这个蒋介石的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怎么样？他跟美国讲，就派人到日本讲，就说我们对围堵反共了非常有经验呐、啊，所以把台湾做一个防堵的政策，所以美国就派兵了。然后呢，做一个基地，为什么？援助朝鲜。那时候中共叫做抗美援朝，那朝就朝鲜，朝鲜就是现在的南北韩呐、啊，就韩国。抗美援朝，百万大军呐、啊。那时候抗美援朝，他的共产党厉害呢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一石双雕啊！为什么一石双雕？他把国民党参与那些部队，百万的那个部队啊。要归编的共产党呢？他怎么消灭他？他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连的在里面搞怪啊！他利用韩战的时候呢，一说要抗我们去抗美帝啊，所以把这国民党残留下来，跟部分的共产党一起送到朝鲜那边打仗，你知道？就被残杀，就是什么借刀杀人呐、啊！共产党是这样的。而不然有这么多的国民党的投降的军队，我怎么杀他？老百姓好杀，这个可能会起叛啊！利用这个韩战，那时候是1950年呢、啊，韩战发生，他救了蒋介石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台湾的命运是这样子啊。结果呢，他就继续在这边。那美国那时候二次大战以后无暇管到这边呢、啊，没有太多的时间，因为怎么样呢？日本被他轰炸之后呢，他要。战后重建了，所以台湾呢，尤其我们有一个台湾怎么样呢？还到美国国务院作证啊，他说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呢、啊。那好了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美国就说，那你那个国民党这边管理人杜阿赫娘娘就这样子，这是我们台湾的命运啊。那时候如果蒋介石到这边来说不韩战，那可能他要流亡，不会流亡在我们台湾，因为占领国是美国。好，接着逃过一劫。那么，联合国那次了，我刚才就是说汉贼不两立那一次了。那时候事实上，美国的政策是怎么样呢？美国政策希望说，把安理会中美英华书、安理会这个席次呢给 PRC，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然后呢，中华民国 ROC 这个降下来变成
普通会员国，他们讲就突袭了，就突迁了。那时候有啊，南北韩啊，还有南北越啊，还有东西德啊，有没有？都是南北东西啊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时势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蒋介石说汉贼不两立，都很觉得汉贼不两立啊。啊，这样的话，美国就调整政策。他为什么要调整？1971年的时候，有个第三势力啊。那时候二次大战只有两个集团，一个怎么共产集团，就苏联为首；一个西方集团，美国为首。那好，亚非33个国家变成第三势力，他们崛起之后呢，就跟美国讲，政策要调整。为什么？打开地图，无论土地，无论人口，为什么叫台湾小小那个姓蒋的哈，来代表中国？也不合理啊，叫美国啊调整这个政策，不然我们第三势力亚非要倾向于苏联。所以美国呢，那时候就逼着蒋介石，在1971年的10月23号跟蒋介石讲，他说国际局势在变了哈，那么你退下来，退下你保有了台湾、澎湖，还有两个大石头，就是金门、马祖。你要嘛有效统治范围就这么大，那么整个中国大陆那边呢，就由 PRC，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拥有，它代表安理会的席次。你降在普通会员国，他讲不行，汉贼不两立啊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美国跟你讲这样子，好，那我实在你了，我火箭权也不要用了。到时候如果美国用火箭权的话，他们还进不去啊。对不对？他也不用了。那你中华人民、中华民国，你有火车权，有中华啊英美书嘛？他有。哎，但是你不能用啊，因为你本身的问题啊，你不能用。还有第二个，要叫什么重要议案？重要议案就是全安理会里面，联合国里面有2/3了，这叫重要议案了。美国也随着他去了，反正我不协助你的话，你用2/3提案。也没有办法，本来联合国里面有两个要动用的话呢，美国只要帮你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进不去的，一个火箭权，一个2/3的重要议案，美国都不用，就 let it be 啊，又说跪在你啊，油菜你啊，就让你去了，至于这样去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当时怎么样，他跟我们的教育说退出，但不是这样的，说给他逐出哦，就他踢出去一样啊。踢足球一样踢出去的，而且他不是用中华民国，是踢出蒋介石的代表权呐、啊。他原来是代表全中国的，而现在门都没有，是由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。我说各位要了解这段世上的近代史，他现在波动般的模糊了，那我们必须要了解，说台湾目前的地位是这样子。那当然好了，我们告他就美国。事实上，这边的占领国不能并吞，那怎么办？而且流亡政府他是用什么 Chinese Taipei？ 那各位你知道吗 ？Chinese Taipei 就跟以前一段 French London 一样啊。二次大战的时候呢，法国被希特勒占了，他们最后法国流亡到哪？流亡到伦敦了。那最后回来，为什么二次大战结束了，他有原来的？合法的领土他又回来，但是我有中华民国他回不去啊，因为他那个鸟巢被占了，你知道吗？鸟巢被占了，你的巢被占了，你没有办法，就是中华民国不能回去。以前比利时也可以回去啊，韩国流亡上海他都可以回去，唯独中华民国。那中华民国刚好怎么样呢？那时候美国就是占领国，但是叫他来就托管，所以现在是怎么样，叫做管理当局啊。所以你的白宫网站那个怕人哦，没有 ROC 啊，以前都是有 ROC， 现在没有，台湾管理当局。那好，我们台民主告他之后就华理，现在一个政治台湾，一个华理台湾呢，政治台湾就长时间来跟什么，跟美国国务院、跟美国国会这些都有来往的，这个政治他希望能够一延续的话，当然对我美国有利啊，但是呢。国际局势逼得你没有办法，你非得要解决不行啊！
所以刚好有谭明柱去告他之后用法理，所以当初在法院辩论的是怎样啊？美国国院派的律师一直呈现的那个辩文，就是说这是政治问题，但最后呢，那个法官给他判了，这不是政治问题，这是个法理问题啊。所以最后我们判决赢就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站得住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用什么告他？不只是战争法、国际法、旧金山合约而已啊。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什么样呢？人权。所以我们这个标的里面哦，非常重要那个人权，他不得不接受。为什么？美国就讲啊，国家免诉的。哎，潘雪哈，我不是告你国家哦。我告你侵犯了人权呐、啊，是这样，法院这样接受，从一审到二审，就这样子，我们一路都非常顺利。当然，我们资料非常充分了，一直到最高法院现在停摆。各位知道为什么停摆？要双方的准备啊。如果最高法院判下去，这是法律耶，美国是三权分立啊，我法院判的就是法律，你如果不执行，你是违法。所以现在等着。你唐明柱，你告我，你要准备啊！你美国政府要准备啊！你准备这个政权怎么弄？你当初中华民国是我美国去把他叫他来的，派军队来的，用战舰去把他载来的啊！那好了，现在有唐明柱，按照战争法里面要成立唐明政府，你必须要政权交出来。那你准备好没有？所以他现在最高法院就停摆在那边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高等法院最后有一条叫做我们的行政部门要履行原告的诉求，所以那时候呢，从2009他开始就准备了，所以这几年来你们看不出来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美国都在准备了。好，因为时间问题哈，我做一个结论，大家今天呢有机会来接受这个，但是你们比较慢了，但慢了不要紧，因为你们坐了快车了，我们以前早一点，但是坐慢车了，你知道吧？同样达到目的地，同样达到目的地哦，但是变成你们后来居上啊，你们是最后可能最后几批了，因为接着下去了这个月，有美国另外有我们律师，还有我们发言人，啊，9月11号要到，我们12、13各州都要游行，还有怎么样呢？啊，座谈会，接着非常忙。还有接着10月、11月都有那个课时，我们今天有美国回来，我们同学呢喜欢等一下下课呢，或者中午吃饱有的时间，我要跟你聊一聊，跟你聊一聊哈，因为你难得也可以讲华语啊。有那个我们有意大利回来的受训的哈，回来受训，他当然他们讲台湾跟华语都通了，英文都通了，哦，那我们希望对有我们。认同我们台湾的，尤其你阿公阿嬤都是台湾人，对吧？而且妈妈也是的话呢，你认同这一条非常有利的，不只对你个人，而且对台湾。你我们台湾人的血液里面呢，你必须要知道，台湾70年来被外来的政权，就国民党欺侮我们哦，吃的够够了，是我们时代哦，刚好今天，所以有一天，所有台湾老百姓呢。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到台湾的，你会感谢我们台民政府，因为只有我们台民政府找出一个法理的路才能解决，你知道？让美国要进来出书有名，你不然现在的这个氛围，美国进来，我告诉你，很多说，哎，你美国凭什么要进来？哎，他不知道嘞，长时间教育，他不知道美国是主要占领国，你包装杂志的话，那教育更不会讲啊。所以当你有一天就进来的话，哎。他怎么鼓动去闪动，你知道吧？你美国，你凭什么要进来？哎，告诉你，慢慢要这个，尤其我们今年的2月28号，我们去告美国，就说你个中华民国的国籍身份证无效，哦，这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你们上课的话，可能密室党课各讲师会讲到哈。讲到我们为什么告中华民国国籍无效，如果无效的话，身份证无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要我们身份证了，哦，整个时代呢就改变了，所以我们在迎接新的时代，大家呢刚好赶上这一班列车，你知道吧？人生这样子，
你要坐车子，这一班列车赶不上，你还可以等下一班呢、啊，有没有？车子这样，你过去，哎呀，来不及，还有下一班。唯独台湾民主，这班列车你等不着，有史以来只有这一班列车，所以你大家赶上这班列车的话呢，你就怎么样呢？可以达到目的地，为了自己，为了我们整个的台湾，让谢谢。预告一下哈、哦。